记者罗玲君台北报道，一奶奶摩 T 妹怀孕9个月，曝光不少性感孕妇写真，不少粉丝询问作风豪放的她有没有路边写真。她今解答，没有。在她想法里，露了反而就不红。过去曾经不小心手滑 PO 道路毛照，曝光约10分钟，即使照片唯美吸粉，她也立刻撤下，直言如果你单纯以为裸露就能红，这绝对是错误观念。 T 妹大谈写真经，今天你被看光。话题人物 T 妹怀孕初期保密孩子生父，透露生父向她拿了300万，最后她自己一个人生。她用父不详形容这段关系，还直接在网路上争现成爸爸，照顾母子后半生。 T 妹曝光的孕妇写真尺度都超大，怀孕8、9个月的馒头奶和肉臀惊呆粉丝，呛辣的她还开放网友试喝母乳。 T 妹之肯多，